大家好，我是美廉物业津贤分行的 Eve Chan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方便的楼盘，位于光德道梯旁的君德阁。君德阁位于光德道二十号，总共108伙，1992年入伙的，实用面积由551尺至705尺，是2房至3房套的更加。君德阁旁边就是中环款山自动扶手电梯，大概10分钟就可以步行前往中环。45号 A 可以去到西营盘地铁站，3号小巴可以直达 IFC。而大厦设施有泳池同埋停车场。好，咁而家上到嚟君德阁呢个单位啦，实用面积咧就705尺，间隔就3房，1个套房。而家先带大家参观下个单位。客饭厅分明，间隔市正，有对流窗的设计。向前可以望到 IFC 城市的景观，向后亦都可以望到太平山翠绿的山景，绝对是背山面海。厨房光猛通爽，而洗手间亦是一个名次的设计，空气相当流通。第一间房以山景为主，间隔相当市正，恬静舒适。每一间房间都可以放到双人床加衣柜。主人房是套房设计，空间宽敞，可以放到双人床、三边廊床。主人套厕亦都以简约装修为主。房间景观可以望到中环的城市景。好啦，今日就参观完呢个单位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关于呢个单位嘅资讯同埋价钱，欢迎可以随时联络我津贤分行嘅 Eve Chan。